双向奔赴，一起向阳而生，记录正能量演员肖战相关话题流量惊人，粉丝几点要求获赞无数。时间来到十月份，让观众粉丝期待的日子也快到了。兴奋不已的同时，关注肖战的话题动态已经成为一种日常，就如目前最新关于肖战的话题与肖战的同行印记，每日的流量已经高到用亿来作为单位计算了。就拿今天十月三日来说，阅读量已经高达1.2亿，讨论4.3万，可以说这样子的数据可谓相当亮眼呀。由此可见，肖战与粉丝观众的共同印记话题引发的共鸣让人动容，粉丝与肖战一同走过来的路让人印象深刻，同样他们提出的要求或者观点也同样让观众动容与赞许无数。就拿关于肖战最新动态来说，随着刚刚官宣不久的新剧《骄阳伴我》来说，随着主角的正式官宣，网络上扑面而来的各种声音引发无数话题，关于不配或者女主的相关话题也被人热议。然而面对这样子的话题讨论，肖战粉丝的几个要求则表明立场与态度获赞无数。众所周知，目前娱乐圈内各演员线下粉丝之间的关系可谓是相当敏感，随时都可以被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与炒作，所以粉丝们的自身要求很重要，同时也看得出来一个群体的态度与立场。所以有这样子积极向上的艺人与粉丝，肖战有当下的成绩是理所当然的，用那个俗了的话，就是他未来可期。大家觉得呢？不同声音评论区见。